孩子妈呀，孩子妈，来了，快点吃饭。这啥意思啊？咋这蹦出来的啊？又选呐？盲盒吗？我选那个。你这啥呀？给给给给！哎呀妈呀，这怎么最喜欢吃酸辣粉呢？啊？那给我留。我的妈，你留啥呀？哎呀，这老红薯粉嘎嘎的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你不就爱整这口吗？酸辣粉，酸辣粉，天天酸辣粉。味道不错吧？你这酸辣粉干就不说啊，味儿太正了。不是冬天整碗这玩意行，辣齁的，酸的溜的，不错。冬天整碗真不错。嗯，我比较满意啊。挺好吧？嗯，对，我喜欢。还有酸辣粉，我跟你说，差俩鸡蛋。这吃酸辣粉不得配俩鸡蛋吗？下回给我煮俩鸡蛋啊。这香肠给我留点，炸瓜条也不错，好吃吧？真香啊！慢点，别着急。烧点纸。能不能快点吃？这一天能不能快点？那你就吃呗，还不敢吃啊？我等你完事儿吗？哇！没人跟你想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呀，你这味道好极了，把碗刷了。可算吃完了，下一件水饺子。我做都没动作，饺子没了呢。我跟你讲，现在不玩点套路不行啊！妥妥还是妈呀，还是妈，来了，来来吃饭了，快！看我整啥了？哎，这味儿老盖了。酸辣粉啊？就你愿意吃那酸辣粉吗？我今天给你整着了，我告诉你，尝尝吧，老盖。酸辣粉。不配点鸡蛋吗？没了，你没买呀、啊？没了，就有这咸条子了，整点咸条得了。这个让你吃个够啊，23.9块六桶啊，媳妇你就造吧。哎，那小味儿不错。干啥的？就你愿意吃那款吗？这选老长时间了。好吃。嗯。哎呀，哎，这小味儿。嗯。够麻够辣够味儿啊！这叫红薯粉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粉是红薯粉啊，晶莹剔透的啊。嗯水去，辣，你就自己倒去呗，这倒水也让我。看不看见？哎，我让你一个也吃不着。嗯，味儿不错吧？这叫酸辣粉，味儿正啊。吃吧，吃吧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广告啊。这汤不错，快点放眼睛里，给我拿点纸去 啊！拿点纸，拿点纸，快给我求点纸去。等着。嗯。哎呀妈！都没找着，这纸给塞哪去了？给他。哎呀，你吃东西，你说你小心点，这崩一身，你瞅瞅这一身，还崩我眼睛上崩。哎、你忙啥？你照啥？没人跟你抢。太好吃了。这天。哎呀，我去。这小摊儿都能着火了，让不让吃饭了？太够味了，这小酸辣粉。哎呀，这小酸辣粉，我跟你说，嗷嗷的。
没有。哦，盐酱。哎，我觉得这叫酸辣粉儿，简直了，这味儿太正了。嗯，哎呦我去，今天不错啊，表现。把碗刷了吧。可算走了，干货来了。哎哎哎，咋的了？能不能注意点形象啊？就这里抠着吃啊？啊，能不能讲讲卫生，整个盘去倒出来吃，这玩意我教你吗？啥都不知道，天天多啊！喂，好不好吃？挺辣呀！邹指导，你吃不了辣。这么辣，我咋呀？我倒水没事。自己去。放多了，没事。老铁，牛肉酱啊，两瓶送两瓶试用装。这个牛肉酱啊，那个回去试吃，好吃咱们就留下，不好吃带运危险可以退回来啊。贼拉香啊！哎呦，这咱都能整冒汗了，这小酱味儿好吃。多了，媳妇儿，还分我呀？还分我辣呀？这个酱就是有一点辣啊，属于中辣。然后那个不能吃辣的少吃啊，它是有点辣的。谁都能干谁的，不该吃吗？这还有一块呢，吃吧，把碗刷了。